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啊啊！我看到一个人呐，应该是你啊，被人丢到那个海里边了，人呐，碰下来这样，基本上斜着下去啊，斜着下去的时候，人拍在水面上，这样头在这里呢，他栽下去的感觉啊，栽下去的感觉，然后那个碰一下子那个胸部啊，两个胸部都是拍到水面上，撞到水面上。再到水，站到水面上，站到水面上的时候，呼吸憋住了。你在水上面，呼吸憋住了，基本上在水里面，可感觉被人丢到水里去了，把人丢到水里去了，被人丢到水里去了。哎，这个时候我看到天上有飞碟，天上有飞碟，看到天上有飞碟，然后呢，你被人间的人丢到水里了，看你还是丢到水里了，好像被日本人丢到水里了，好像被日本人丢到水里了，哎，好像被日本人丢到水里了，哎，这个时候非得看到了，非得看到你被人丢到水里是吧？他慢慢拉你，哎，他这样啊，原来我哪个大一点的，这好人一点，哎，你那个是被人丢下去的时候，那这样的，啪，这样丢到水里啊，丢到水里以后呢，丢到水里以后，人不是呼吸憋住了吗？呼吸憋住了，而且这个胀在水面上胀痛了呀。人那个呢，反正人就现在人的不舒服就是你被人家丢到水里的症状，憋住呼吸的症状，憋住呼吸的感觉，丢到水里了，丢到水里以后，然后这个时候。你在水里挣扎呀！现在你的这个就在水里被淹的感觉，这边高起来，人倒扣在那边有点，然后这个天上一个飞碟看到了呀，飞碟看到了一个，飞碟看到，用个钩子什么之类，类似钩子什么之类的，也不是钩子，有一个像环呐，套在你胸部的呢，有点像钩子，但不是钩子，是那个一个绳子上面有个一个倒扣过来。把你钩套住这里了，套住这里以后往上拉你，那这样呢，相当于这个两个胸部都被一个东西一个机构啊，有点这个机构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胸罩呢，有点那个金属做的胸罩类似，那个胸罩上面有绳子，它这个胸罩呢把你勾住了一个，好像这样就勾住了一个，哎，腋窝两边嘛，就是这样勾住呀。就像一个胸罩一样的那个一个金属的胸罩，把你勾住了，往上拉你啊，那么往上拉你啊。现在我看到你悬空在那边，悬空在那空中啊，悬空在空中就是，那个胸罩一样的东西啊，但是把你那个就那前面和这个扣住了，后面没有，就是现在靠前面和侧面，一个机构啊，就把你再提起来，把你拉着了。哎，你对着那个天上的那个外星人，你说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救起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救起来。哎哎，你现在你只要把我从水里拉到岸边上就行了。现在你只要把我从水里拉到岸边上就行了。哎，拉到岸边上就行了，我没有必要，一直悬在空中。哎，我没有必要一直悬在空中。哎，现在你被他们吊着，一直吊在那个空中啊，一直吊在空中啊。然后他为什么不放下呢？感觉有个人把你丢到水里，有个日本人呐、啊，那有可能是日本亡灵啊。不一定是现实当中的，是日本亡灵啊，把你丢到水里啊。你对他说，我有办法同他沟通，你们放心就是了。啊，我有办法跟他沟通，你们放心就是了。哎，现在的你正常就是这样呀，你有我肯定拉上了呀。那现在就这样了，手刚才是一个东西机构，后来他又把你手也拉着，就现在的症状就这样。人如果上吊着这样的话，胸部也痛，气也上不来，这边也痛。哎，好了，你说我有办法同他沟通的，我有办法跟他沟通的。哎，他说你把我放下来就行了，我马上找我师兄，
同下面的沟通就行了。哎，这个沟通就是从那个下面丢谁把你丢到水里去的那个人哦，这么一说啊，把你放下来了。哎，刚才就悬空吊在上面，一些扔到水里头吊在上面。哎，至少到了地上，到了岸上的一个，到了地上就是不是那么要命了呀？哎，要命不是要命了呀？然后那个非典啊，把你放下来了啊。这个男生也解放了，这个男生解放了。那然后现在我们要到地上，谁把你扔到水里了？谁把你扔到水里了？哎，你说，那肯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你来找我算账了。哦，那肯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你来找我算账了。哎，肯定是这做错了什么事，你来找我算账了。这个时候好像有两个画面，两个画面在里边啊。有个画面呢，有个画面呢，好像在那个小石头像农村里的感觉啊，像那个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像农村里边那个有玉米啊，长了好多玉米在地里边，好像谁要教你游泳，你不愿下水，你怕，不愿走，你不愿下水。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你爸爸还是谁呢，就是你不愿下水，他教你游泳，你不愿下水，他不愿叫你下水。你好像那个时候只有6岁，哎，你对他说，你懂得好好说，我现在只有6岁啊。我现在只有6岁。哎，我到7岁的时候我就想游泳了。我在7岁的时候我就想游泳了。哎，我现在6岁，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我现在6岁，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哎，你看周围的那些男孩子啊，8岁才开始游泳。周围的那些男孩子8岁才去游泳。哎，我现在才6岁呢。我现在才6岁呢。哎，而且我还是个女孩子。你说，我答应你，我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游泳。我答应你，我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游泳。哎，你说，明年夏天我一定学游泳。明年夏天我一定学游泳。哎，说完以后啊，那个人走开了，好像你没有学过游泳是吧？好像。你到底会了吗？觉得没有啊。我会游泳。那好，会游泳是吧？哦，好，这个时刻，好像现在是好像有个日本人呐、啊，要把你扔到水里啊。他说你到底会不会游泳啊？到底会不会游泳？我从来没看到你游泳啊。你说我会的。我不会游泳。哎，我会游泳。哎，你说啊，我不游泳的原因，我感觉游泳太消耗体力了。我不游泳的原因是我感觉在游泳太消耗体力了。哎，那个人不相信啊，好像一个日本盲人，他不相信你那会游泳啊。哎，你对他说啊，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，我自己游给你看。你不要把我丢到水里边。但是你不要把我丢到水里面。哎，那个游泳啊，是有一个过程的。那个游泳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哎，要做个准备动作。要做个准备动作。哎，如果没做任何准备工作，一下子被人丢到水里的话，很容易出意外的。最常见的就是手脚抽筋了。
出去。哎，这叫出去就会被淹死的呀。哎，这个时候他在把丢到水里边的时候，你手脚开始抽筋了呀，开始抽筋了。那个外星在天上看到了一个，赶紧把你拉吊起来呀！啊，现在你呢？吊在那个悬空当中的那个上不上下不下，把你搞得那个上不上下不下。他又把你放下去了以后，又把你丢下去，谁把你悬在空中了？就吊在空中了，把你啊，哎，把你吊在空中了。哎，然后你对那个说，哎，我现在。游泳游给你看。嗯，你听不清。哎，你说我现在游泳游给你看。我现在游泳游给你看。哎，我慢慢走到水里边。我慢慢走到水里边。哎，你看我的，水啊，已经到了我腿弯这里了啊。你看水已经到我的膝盖这里。哎，对，然后啊，你说。我现在用点水拍拍我的胸脯，让我身上适应一下子。我现在用点水拍拍我的胸脯，让我身上适应一下。哎，就像刚才丢到水里的时候，你没有适应了，一下子就呼吸都屏住了呀，呼吸都屏住了呀。你说让我身上都适应一下子，我身上都适应一下子，我后背那边也搞点水。哎，你说我再慢慢走下去，你说我好长时间没有游泳了呀。我再慢慢走下去，我好长时间没有游泳了。哎哎，说了这个话的时候，然后你感觉你适应了一下子。哎，你说我适应好了，我就能呼吸得过来。我适应好了，我才能呼吸得过来。哎，你看我现在就能呼吸。刚才你把我曾经丢到水里的时候，我呼吸都呼吸不上来。刚才你把我直接丢到水里，我呼吸都呼吸不上来了。哎，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在水里游了呀，开始游了呀，游了呀。现在的情况和刚才不一样，刚才你是头朝下的，这样倾斜的，现在你这样倾斜的，这样倾斜的话，人就不会呛水了嘛。而且这样才是体位，你舒服的体位嘛。你不然的话，你这样强搞下去，呛到水，呼吸不过来。现在就这样了啊！那看到你在游泳了一个，看到你在游泳了一个，那个，看到你游泳了一个，然后那个日本盲人呢，把你丢到水里那个离开了，他离开了。啊！看到你游泳了一个离开了，然后你那个爸爸，也看到你游泳了一个，他离开了，也离开了。哎，看到你正常的游泳，哎，看到下面两个人都离开以后，那个飞碟一看你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他也离开了，现在全部离开了，啊，你说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今天游泳，我坚持一个小时啊。哦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今天游泳，我坚持一个小时。哎，如果我坚持不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游不动了，我在水里住眠一个小时。不然的话，太对不起那个，很希望我游泳的这两个人了。哎，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日本王的，一个是你爸爸。哎，你们过来了，看见他一直不游泳，然后，满了一个小时以后，就起来了以后。看到你起来以后，他们也不是在强迫你游泳了，不强迫你游泳了，他是希望你游泳，这两个希望你游泳，哦，事情已经了了，这个事情已经了了啊，飞利也走了，这两个盲人也走了，哎，还要交一个任务给你听，交给你啊，现在八月份了，你找个时间还得游泳，但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一定要有别人在场的情况，不要一个人了啊！不要一个人游泳，在游泳池里或者什么，在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呢，你这个一般来说呢，你游泳了以后呢，那王林就不找你了，两个啊，不找你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游泳过程中突然被那个来的话，也挺麻烦的，也比较危险的，明白吧？如果他们突然过来的话，虽然他们没有再来的愿望了，
但是呢，因为前面遇到了突然教你游泳的事情呢，所以呢，你游泳的事情呢，千万不要一个人游泳池里啊，千万不要你一个人在游泳池里游，一定要有别人。哎，而且呢，游泳的时候呢，你交代一下子周围的那些人呐、啊。认识不认识的，你对他说，我游泳的水平不太好，你把我，稍微留意着点我。那、这个呢是防那个亡灵，虽然那个没有显示还会有其他来找，但是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事情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啊。所以呢，前面呢交代你一个任务呢，前面交代一个任务呢，要出去散散步啊，要多社交啊。现在又来了一个任务，要叫你游泳去。但不是说到了冬天也有，反正，8月份吗？哎，现在就是八月份呀，现在就是八月份了呀。我知道。一岁八月份吗？哎，可能九月份也可以游一下子，八月九月份嘛，九月初也可以游一下子吧。八月份温度还。没有限制。哎，没时间没限制，就是说，但一次也不游也不行，一定要游几下子，游几下子看到你确实在做了，他就再不回来了。哎，这个就是哎，这个是突发事件，突然间冒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哎，你这个事情真的，你我问，哦，也没生病之前的我是游泳啊，我以前小时候是游泳队的啊，嗯，啊，那是我是游泳队的啊，那看到你应该是看到你这么长时间不游泳了，他把你扔到水里了，哼。那个把你扔到水里去了。你看到吗？你这放心，你没有炎症，是被水呛着了，呛着和那被水丢下去的胀着了，胸部那个拍到水上的那个胀着的那个症状和呼吸闷着的症状，还有一个头朝下的症状，还有一个这个被飞碟的吊起来的一个症状，所以几个症状这整合到一块，整合到一块。但是因为那个处理了以后，那个这个恢复很快，恢复起来很快。但是没处理的话，这个以为又是有什么问题了。哦。啊。我可能还要过段。哎，稍微，哎，对，当然也得休息，稍微休息个，也得要休息几个小时，应该也需要的，因为毕竟那个吊在上面拉伤了嘛。但是他不是来看你，来救你去了啊！哎。哎，但是这告诉我一条，哎，他们会来救你。哎，如果没外星人来救的话，这个虽然是那个在阳间呐、我们人在阳间呐、但阴间过来把你丢在水里的话，没人救的话也淹死了，明白吧？被阴间带走，如果没有人，哎，所以那个外星人还是你的保护神，还是你的保护神。他为什么一直没放下来呢？把你放下来以后再丢到水里边，又被丢到水里了，所以一直吊在上面，就没下来嘛。后来看到了以后就告诉他以后，你放下来，下面的事情自己来解决，会沟通了，他们就放心了，就放下来，知道你会沟通，那么就放心了。而且看到你哦，原来沟通好了，就而且可以游泳了，所以这三个都走了，两个人天上的飞碟都走了。哦，那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啊，丢到水里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水？是那个哎呀，丢到阴间的水里了，就是对，就是灵界，就在阴间的水里边，但出现的症状是一样的，所以你的症状就是丢到水里呛水压水的那个胸部的症状，然后后来是被吊起来的症状，被绳子。拿了一个器械，有一个像胸罩一样的东西，拐到这个位置啊。那个材料有点像硬塑料，类似接近像金属的了，比金属的软一点，一个东西，但后半截就后部就没有，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东西呢，然后个绳子在这里呢，一开始是这样把你吊起来，后来那个。吊，好像把你胳膊也这样吊起来，可能你那个时间吊了长了以后，这边也吊了不舒服，一个胳膊我看着伸起来了，所以你刚才描述的症状都还猜不到的。如果那个现在听我这么一讲的话，你一回忆的话，那就是那个症状。啊。
那么我就游一次就行了吗？还是要经常去游啊？你如果你找得到方便的话，你多游游，如果实在是不方便的，你游个一两次啊。但游的时候一定要交代那个周围的人，一定要交代一下子啊。我知道。免得游泳的时候他们又来了，但临牌当中没有这个要你在游泳的时候还会来，但防一下子啊。哎，没有其他的了，没有其他的，我一直在等着，没有其他的东西出现了。这是个，弟弟也走了。对，也都走了，天上的也走了，地上的也走了，就是一个突发事件，这个真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行。然后呢？